刚开门走进公司，买府员警立刻冲上前，屋内的人全吓傻。透天民宅内竟藏着赌博机房。警方查扣迁赌机台、电脑萤幕、点钞机、监控器材等赃证物。博弈集团在网络上招揽赌客，宣称保证出金，用话术赢钱你拿走，输钱我给你，吸引上百名会员加入，获利上千万。网站上扫 QR code 就能进行线上迁赌，有专人教你投注，提供一条龙服务。透天的豪宅里面呢、这个相当的隐秘，而且紧邻旁边的国中、国小的一个学校校区。赌博机房位在桃园平镇，一旁就是国小。警方查出嫌犯以每个月18000元租下豪宅二楼开机房，共有4名员工，每天上下班都有专车接送，门口装设监视器躲避警方追查，但再怎么小心谨慎还是被逮。长发飘逸、长相清秀，走在最前面的江姓女子就是博弈集团主嫌，已经怀孕8个月，用外套挡住孕肚。江姓嫌犯原本在别的赌博机房当员工，之后自立门户，和先生一起经营博弈集团。这回狼狈被逮，博弈集团遭瓦解，不法所得通通得吐出来，奶粉钱恐怕也没了。TVBS 新闻黄玲、简玉琪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